新娘子出来了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爹、娘、哥、嫂嫂，你们保重。 我走啦，夫人，你怎么回事？女儿不愿嫁人的时候，你天天唠叨她；这会儿找到如意郎君了，你又舍不得放她走了。你懂什么？谁说我舍不得东东出嫁？我是舍不得她要嫁到那么远的永庆国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逼着东东成亲了。要不，咱们不嫁了。 好不好？娘，你这是说什么话呀？母亲，那永庆的新王庆安是一个真心对东东的人，他嫁过去一定会幸福美满的。嗯，东东，常回来看看。嗯，一定会。没什么事儿也别经常回来了，反正我这当哥哥的，是不会想你的。你呀，哎，若是那个庆安敢欺负你啊，我这半个哥哥连夜奔过去也要教训他。行，别说人家了，想想你跟珊瑚吧。就是。 公主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别废话了，吉时已到，上轿吧。嗯，娘，我走了。